快看那里，上游飘下来一个什么东西？是一辆小船吗？跑得真快！哎，它跑进草里去了，就在这里。怎么没有了呢？我明明看见它跑进来的呀！哎，这里，差点让它从我的眼皮子底下跑掉。这不是船呀，这是一辆小汽车。这上面怎么还有两个杠铃呢？这好像不是杠铃，这应该是灯。我去，竟然还能拆下来！看看这里，车门的窗户竟然是透明的，里面啥也没有。我还以为这个门能打开，看样子我想多了。这两个小耳朵是反光镜吗？这反光镜竟然还可以调节。我去，挡风玻璃竟然是空的。夏天要是开这车，绝对的凉快。保险杠竟然都有，这也太细节了。哎，不对呀，这怎么还少两个轮子呢？刚才这么拿，根本就没有发现这里竟然少两个轮子。我的强迫症啊，必须把这两个轮子找到。小汽车就是从这里飘下来的，沿着河流往上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轮子。哎，快看这里，这不就是两个轮子吗？这是跑得多快呀，轮子都甩飞这么远。看，是他的轮子，没错了，把轮子安装上。真没想到安装这么简单，这些轮子竟然都可以转。找一个平坦的地方试试他能不能跑，这里就很不错。出发吧。我去，跑歪了，刚才可能用力太大了，重新再来一次。就跑了这么点距离，也就跑了半米远，虽然跑得不远，但是造型我非常喜欢。